力是赋予咖啡豆风味的关键。脱水催活，你的每一杯咖啡就从这里开始。我们是卢贝斯 ，Robase 代表红水晶，晶澈透亮、纯洁无瑕的外表，不仅表达我们咖啡豆的风味，也是认真看待每一颗豆子的价值。4年的时间，我们经过无数次的实验与失败，尝试将烘焙的热能均匀温和地传递进咖啡豆心。这次我们总结过去的研究与经验，研发出了这颗世界唯一的红外线灯芯。别于传导加热，我们特别研发了红外线加热法，独家红外线照射加热，火力反应3秒到位，穿透性长达1公分的红外线，可以直接均匀地加热豆芯。烘焙出来的咖啡豆风味明亮清爽，除了红外线灯芯外，我们还特别设计了独一无二的机构加热方式。烘焙中，咖啡豆保持在滚筒的后段，让温度计埋在豆子当中，能更准确地测量温度，也方便观察搅拌的情形，调整转速。我们是卢贝斯，用科技完美重现最纯净的咖啡风味。